光既白，但到划过天际，就像一把利刃，划破夜的伪装。利刃先锤百炼，尽显锋芒。五八两，计划二，计时起飞。报告，发现目标。发射。刃之魂。是铁心向党，血忠诚，融入骨血，心火永续。这次渡劫任务完成，请示返航。任务送酒，可以返航。现在，我们手中有了强大的武器装备，更要像先辈们那样，以坚定的信念和绝对的忠诚碾压一切敌人。今天。战区空军出动数十架歼击机，持续为台岛周边战巡进逼，依托联合情报支撑，开展巡歼舰机、空中封锁等演练，构建全向围岛锁台态势。刃之锐，是利剑东南心向战，搏击长空，奋飞进取。在空中五十距离俯瞰划到台湾的海岸线和中央山脉。我已抵达台岛北部附近空域，飞机工作正常，导弹状态良好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，你已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，通报你的国际识别码和飞行目的。刃之锐，是勇当先锋，敢开拓，果敢出击，开创新局。从十年前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，到如今常态化执行空中警巡任务，我和我的战友们一次次驾驶新战机亮剑海天。刃之威，是制胜空天为打赢，逢敌亮剑，所向披靡。每次起飞出海处置情况的，我这个时候在空中，我在，防线就在。忠诚，向战，开拓，打赢。晴天东南，砥砺锋刃，他们奋飞在捍卫祖国利益的最前沿，是制胜云端的空天利刃。